4分54秒。是否已经清空？那个加膜看看，听到了没有？哦。高点也无所谓，低点起，因为你看，不对，因为一点就是。那 BB 机毛条，还有那布鲁贵威吧？
开好多电量？三伏。哦，还是。它就六分多钟是不存在的。六分钟的了，已经。对呀、啊，它地板都已经发硬了。哈哈哈哈哈。
隔壁，靠隔壁。好点，十一点吧，差不多到的。哦，还是看，就看到三点五。一十五分了，还一十五分钟了。看到十一。你不去发一个了，我的妈，我去。妈嘞，这个也行。一十七分钟了，你声音蛮好听的，这样好。
你是老红灯。发你的 BB 机发给他。电压一级报警。老手，看看这个电压。电压一级报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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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四九分钟了。电压一级报警。一四九啊。电压一级报警。六个人，六个人，我不行了，我靠。拍个的场景，一十九，十九分三十九秒。还是零七五嘞，没变，还是可以，是吧？嗯。这个二十五有问题。那查都查过了，咋查的了？对啊。我说嘛，我们飞一切正常，它一般还可以，再飞一个一两分钟，一分钟，嗯，还可以，没问题。